袁了凡先生本名袁王，字坤义，江苏省吴江县人。年轻的时候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殊的人家，因此他在嘉善县得到公费成为县里面的公读生。在明目中隆庆四年，他考中了举人。在明神宗万历十四年，考上进士，奉命到河北省宝坻县做县长。了凡先生在学生的时代就非常喜欢研究学问的，书不论古今，事不分轻重，他都认真的研究，并且非常精通。例如星象、法律、水利、礼数、兵备、政治、堪舆等等。了凡先生屋企并不是很富有，但是他非常喜欢布施。他家居生活简朴，每日诵经、持咒、参禅、打坐、收集纸棺，无论公务或者私务再忙，早晚的订货从来不间断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善人。早晨。早晨，天启。天启，你翻入去读书罢了。哦，孩儿告退。馒头啊，哎，嚟啊，馒头啊，哎，哎，好好好，三个馒头啊，等啊，馒头啊，哎，拎好啊，两文钱啊，哎，嚟嚟嚟，你食馒头啊，你买啊，买啊，啊，嚟啊嚟啊，着实好靓啊，哇，知你啊，哎，嚟啊，买馒头啊，哎，馒头啊。哎，啱啱出炉嘅馒头啊，食馒头啊！哎，嚟嚟嚟，啊，大爷嚟嚟几个馒头啦吓，啱出炉嘅咋？我屋企人口唔多，俾我六个就。啊，六个系嘛？得得得，等阵吓。馒头啊，馒头，哎，系，六个馒头，哎，嗯，马上就好。再俾我两个烧饼，两个烧饼啊！我仔最中意食烧饼噶啦。哦，系。烧饼。哦，你拎住先吓，哎，系系系，拎稳啦，哎。哎，大爷，你拎好啊，八文钱啊，啊，唔该唔该唔该，唔该啊，慢慢慢慢行，慢慢行下，哎，哎，馒头哎，馒头啱出炉嘅馒头哎，馒头哎，快啲嚟买馒头啊，哎，好靓嘅馒头啊，今日特别靓啊，花樽啊，花樽啊，花樽啊。老人家，你冇事啊嘛？你系咪病咗啊？点解成身都冇力嘅？我冇病，我觉得好好饿。
我到成身都冇晒力。哎呀，点解你唔食饱饭先出门啊？我屋企入边可以食嘅嘢都食晒咗，所以净出嚟揾嘢食。我啱啱买咗啲馒头同埋烧饼，你攞去食啦，啊，攞去食啦。慢慢食，慢慢食啊，唔好啃亲啊，唔好啃亲啊，吓，慢慢食啦，啊。老人家，天气转凉啦，你啲碎银你攞去买啲衫着啦，啊，攞住，攞住啦，啊，攞住，攞好啊。你真系个大善人，受我一拜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千祈唔好咁样。千祈唔好咁样。如果人冇咗怜悯之心嘅，仲算得系人咩？唔好咁啦，食啦，快啲食啦。请问恩公你贵姓大名？我要我嘅子孙永远都记住你嘅恩典。啊，唔使啦，唔使啦。你自己好好保重身体罢啦，啊！天启，爹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我希望今年可以考到前五名嘅，但系我心好乱，睇嚟我系冇希望噶啦。你要放啲耐心，年青人最忌嘅就系急躁啦。爹啊，唔知点解我嘅心冇法子静落嚟，睇嚟我系命中注定，冇可能名列前茅。你千祈唔好咁谂，只要你肯努力同尽力去行善，一定可以改变自己嘅命运。所谓断恶修善，再消福来，呢啲都系改造命运嘅基本原理。系咩？不过庙里边嘅人都话，人嘅命运系上天注定嘅，又点可以改变呢？这个是一般人的睇法，亦都好难怪你会感到困惑的。好啦，就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你做个例子，这样你就会容易明白的了。你坐低了。哦，
当你阿爹好细个嘅时候，你爷爷就已经离开咗人世。你嫲嫲要我放弃学业，唔好去考试求功名，而改学医术，因为佢认为学医可以养活自己，亦可以救济他人，而且医术学得精，将来成为名医就能够完成你爷爷未了的心愿。所以我就听从你嫲嫲的说话，放弃了考试为官的念头，而改学医术，直至有一日。我去到慈云寺，道长你好。这位施主，从你的面相来看，你有做官的命，而且明年就会考中秀才，为什么你不读书呢？是这样的，我见他态度诚恳，就将弃学从医的原因话俾佢听，而且仲问起佢嘅身世添。我姓孔，系云南人，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嘅专讲气数命运嘅《邵子王极数正传》。我得到佢嘅真传，照注定嘅命数嚟讲，我应该将呢个王极数传俾你嘅。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。道长请。因此我就邀请孔先生回屋企暂住，并且将一切的情形讲给你嫲嫲听。道长请饮茶。袁老太，恕我直言，你哋袁家在五代前人丁兴旺，百字千雪，可惜在47年前嘅春天遇到咗一场灾劫，只剩翻一脉单传。而袁公子的父亲更是英年早逝。洪先生，你真是精通命理，连几十年前的惨事都推算得出来。哎呀，你真是一个生神仙。过奖过奖，贫道只不过是遵照王极数所记载的法条定论推算，自然是十分灵验。既然孔先生这么精通命数的道理，那我就请他同你推算一下，看看究竟是怎样的。孩儿遵命。所以我就相信孔先生的说话，开始重新读书，准备考秀才。而洪先生为我起诉算命，说我做童生的时候，原考应该考第14名，
府考会考第71名，而省考会考第9名。到了第二年，三处的考试都被我考中了，而录取的成绩都不出孔先生所预料，因此我就请孔先生为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。他推算的结果是说我某年会考上第几名，某年保上林生权，某年做上共生，然后某年会出任四川省的一个县长，再任三年半之后就离职回乡。53岁8月14日丑时，亦即是半夜两点钟左右，寿终正寝，而且命中并无后代。爹啊，咁呢个推算咪错误咗咯？如今你已经过咗花甲之年，而且孩儿仲系你亲生嘅。你听我讲埋落去先。从此之后，凡系遇到考试，名次嘅先后都不出孔先生所料，而且他仲算定我今生是注定领用91石5斗的林生米才可以做共生的。但是当我领到71石米的时候，上司就为我呈文补供，因此我就怀疑孔先生预言的准确性，估不到结果都仲系被驳回保共嘅呈文。唉，一直到丁某年，恩秋明中士喺考场睇见我嘅备考试卷作得好好，佢唔忍心埋没人才，就吩咐员官睇我呈文，正式升保我为共生。这个时候计算下我所领的林生米量，啱啱好是91石5斗。从此之后我就更加相信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的，而行运的次划组亦都有一定的时候。之后我一切都看淡了，不再去追求。后来我入京城一年，日日都静坐沉思，不讲说话，亦不转动一个念头，直至有一日我到栖霞山拜访云谷禅师，我的命运就开始改变了。袁施主，大师，凡是一个人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圣贤，都是因为被杂念和欲望所缠绕。而你静坐了3日3夜，我未曾见你起过一个妄念，这个到底是什么缘故呢？我的命运
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荣辱生死都已经有了定数，妄想又有什么用啊？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豪杰，怎不知原来你亦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来。大师，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平常人好难话没胡思乱想的一颗意识心，既然有这样的一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存在，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所束缚了。既然被阴阳气数所束缚，又怎可以说无数呢？虽然说数一定是有，但是只有普通的人只会被数所束缚住。如果一个极善的人，数就驱不住他了，因为极善的人就算本来他命中注定要受苦受难，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，这个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令他苦变成乐，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。而极恶的人数亦驱不住他，因为极恶的人就算他本来命中注定要享福，但是如果做了极大的恶事，这个大恶事的力量就可以令福变成祸，富贵长寿变成了贫贱短命。你20年来的命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未曾将数转动一分一毫，反而被数将你驱住了。一个人会被数驱住，他就是凡夫了。这样看来你不是凡夫，那又是什么呢？那一个人的命运是否可以逃得过呢？命由我自己做，福由我自己求，我做恶就自然接福，我修善就自然得福。以前各种诗书中所讲的，实在是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的好教训。佛经里面曾经有讲，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，要求儿女就得儿女，要求长寿就得长寿。只要做善事，命就没办法约束住他了。讲大话呃人是佛家的大戒，哪有佛菩萨乱讲假话欺骗人呢？但是孟子曾经讲过，求起来可以得到的，就必须是自己心里面可以做得到的事情。譬如说仁义道德，这些都是我心里面的，我要立志成为一个有仁义道德的人，我自然就成为一个有仁义道德的人。这个是可以尽力去求得到的，而功名富贵乃是身外之物，人家肯给我，我只可以得到，人家不肯给我，又怎样可以求得到呢？孟子的说话并没有讲错，是你解释错了。六祖慧能禅师曾经讲过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悟不通。也即是说，一个人只有由内心自求，力行仁义道德，他自然就可以得到他人的尊敬，而得到身外的功名富贵。假如一个人不知反躬来省，从心而求，只晓得好高骛远，祈求身外的名利，那就算他用尽心机都是求不到的。是啦，
各位孔先生，宣定你唔应该得到功名，应唔应该得到儿子，系嘛？系。假如呢、这个就系你个命数，咁你就应该反省你过去嘅所作所为，睇下有咩谂法。官场中嘅人都有福相，而我相貌轻薄，又未曾积过福，再加上不耐烦躁，度量狭窄，钟情任性，轻言妄谈，自尊自大，呢啲都系无福之相。我又点能够得到功名呢？俗语话：地位多生物，水清尚无鱼。我好结成癖，认同孤寡之相，这个是没有儿子的第一个原因。我脾气暴躁，缺乏养育万物的和气，这个是没有儿子的第二个原因。仁爱是化育之本，刻薄是不育之因。我一向洁身自爱，不能够舍己为人，同情他人，这个是没有儿子的第三个原因。其他的还有多说话豪气，好饮酒选政，喜欢彻夜长坐，不懂得养护元气等等，这些全部都是我没有儿子的原因。照你这么说，世间上不应该得到的东西还有很多添啊，又怎只是功名和儿子呢？世间上的人是来享用财富的，抑或是应该饿死？这些都是由各人的心性所造成的，上天只不过是因材施教，因势利导，并没有加上丝毫的力量，就好像人体的轻重决定本身的分量一样，并不是用磅秤来决定厚和薄。你明不明啊？其实传宗接代的事亦都是一样，都是凭各人积善的厚薄，有百世功德的人就可以传百世的子孙，有十世功德的人就有十世子孙来回荫，那些绝智无后的人就必定是那些完全没有功德的人。孔先生推算你做不到大官，不会有儿子，这些都是你前世所做的业，都是可以改造的，只要你扩充德行，积多些阴德，做多些善事，那你以后所做的福自然就会得到好的报应了。从此之后我就醒悟了，我深信云谷大师的说话，将从前的过失带到坟前尽情表白忏悔，并且作了一篇文字，先是祈求能够得到功名，还发誓要做三千件善事，以报答天地祖宗养育之恩。云谷大师拿本功过簿给我看，他叫我照着功过格所定的方法去做，所做的事情不理是善或者是恶，每日都要记录来，善事记在功过格上边，恶事呢就记在功过格下边。不过做了恶事还要看下恶事的轻重，将已经记落你的功力抵消。同时大师还教我念准提咒。准提咒：稽首归依苏悉帝，稽首归依苏悉帝，头面顶礼七俱之，头面顶礼七俱之，我今称赞大准提，我今称赞大准提，
唯愿慈悲谁家户，唯愿慈悲谁家户。画符录的专家话过，不会画符鬼神笑，因为画符通念咒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在画符的时候一定要心不动念，到念头不动的时候就用笔在纸上点一点，这一点就叫做混沌开机了。由这一点开始，直至到画完整道符都不是一个妄念，那这道符呢就灵验了。嗯，来，其实不单止画符不可以有杂念，凡是祷告上天或者是要改变命运都要落功夫去消除妄念，这样只能够感动上天。孟子讲立命的道理的时候也说过，短寿和长寿没什么分别，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，不过他的立论却非常正确。先想想一个人的心如果能够处在不动欲念的境界，随遇而安，生命就自然过得踏实了，这样又哪里还会有长寿和短寿的分别呢？换句话说，毁誉、贫富、穷通、贵贱亦只有在心存妄念之后才会有分别。正因为世间人心存妄念，不敢面对现实，不能够以静心来处理顺境，以善心来安于逆境，所以生死就变成严重的两面了。一切吉凶祸福、毁誉、是非、穷通、贵贱亦就困扰着世间人，令到世人心神不安，永无宁日。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能够修身养性，去恶向善，安于顺逆现实，不动丝毫非非之念，咁命运就自然会变好啦。如果仲要达到呢个境界，就要你时时刻刻持念准提咒，念到滚瓜烂熟，有词如无词，无词似有词，连持咒嘅念头自己都感觉唔出嚟嘅时候，心无杂念，咁所求嘅事自然就会灵验啦。从此之后，我就将我起初学海呢个号改为了凡，因为我明白咗立命嘅道理，唔愿意再同凡夫一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在往后的日子里面，我经常小心行事，自己都觉得跟以前不同了。就算我一个人处在暗室里面，也恐怕会得罪天地鬼神，而时常警惕自己。如果有人
闹我、毁我，我亦都会坦然处之，唔同佢计较。到咗第二年，又参加考试，洪先生算定我会考到第三名，而我就考取咗第一名。洪先生嘅推算开始唔灵啦。到咗秋天乡试，我竟然考中咗举人，呢啲都唔系我命中注定。谂翻起云谷禅师嘅说话，命运系可以改造嘅，我就更加相信啦。我虽然将过失改咗好多，但系仲系觉得修行得好勉强。譬如话行善唔够彻底，救人事犹豫不决，或者口不择言，又或者平时粗持守节，而醉酒之后就放荡不拘，将功抵过，形同虚度。所以自从几次年听咗云谷禅师嘅教训之后，发愿要做三千件善事，直到几某年，经过咗十几年，先至将三千件善事做完。第二年翻到乡下，就去佛堂还愿，并且起咗求子嘅心愿，于是再许下三千善事嘅大愿。到咗新几年，亦即系一年之后，你就出世啦。我每做一件善事，都用笔记落嚟。你娘亲唔识写字，每做一件善事，佢就用鹅毛管喺日历上边画一个红圈。譬如话施舍物品、救济穷人、助人急难同放生等等，有阵时一日就做咗十几件善事。我哋咁样继续行善积德，只用咗两年时间，三千件善事就完成咗啦。我哋立刻再去佛堂还愿，并且再求中准时嘅愿望，同时许下做一万件善事嘅大愿。经过咗三年，我真系考取咗准时，仲做咗保底员嘅资源。从此之后，我准备咗一本有空格嘅小册子，我叫佢做《自心篇》，并且交代看门嘅人每日一早将佢放喺办公台上。我每日所做嘅善事恶事，无论大细，都要清楚地记录落嚟。到咗夜晚嘅时候，就喺花园度摆张台，祈告天地。你娘亲见我所做嘅善事唔多，就皱住眉头同我讲：我以前喺屋企帮你做善事，所以你许诺嘅三千件善事嘅心愿可以完成。但系而家你许诺做一万件善事嘅心愿，喺衙门度又冇乜善事可以做，你话要等到几时先至可以做完呢？就系当日晚上，我竟然发咗一个梦。完了饭，哦，天神大爷，点解近来你辗转难眠啊？回禀天神大爷，在下曾经许下做一万件善事嘅心愿，但系到今日都未曾见到成绩。
恐怕喺我有生之年都好难完成呢个心愿噶啦。你呢个心愿早就已经完成咗啦，唔通你唔知道咩？你系呢个地方嘅园长，你曾经下令减收百姓嘅粮租，净系呢件事情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善事，功德圆满啦。原来宝底县嘅田租好高，每亩田要缴2分3厘7毫嘅税租，我将田租减低到1分4厘6毫。不过我听咗天神嘅说话之后，心入边仲系有啲怀疑，呢件事真系可以抵得上一万件善事咩？咁啱有一位幻遇禅师由山西省嘅五台山嚟保底，我就将呢个梦向佢请教。佢话只要真诚为善，切实力行，即使系一件善事，亦可以抵得上一万件善事。更何况全员减租，万民受福，当然系一善可以抵万善啦。于是乎，我就将俸禄捐出嚟，请禅师翻到五台山替我准备素菜素饭，宴请一万个和尚，以表示我诚心的还愿回乡。爹啊，咁后来又点呢？洪先生，算我个命，到53岁嗰年，应该会有再见。我虽然冇祈天求寿，但系到嗰年亦平安无事咁度过。而家我都已经69岁啦。经书上有讲，天道系不容易相信嘅，人嘅命系冇一定嘅。又讲人嘅命冇一定嘅，系要靠自己做嘅。呢啲说话一啲都冇错。所谓人嘅祸福，其实都系由自己求嚟嘅，而命运亦都唔系一成不变，而系可以改造嘅。爹啊，咁我嘅命究竟系点嘅咧？呢个并唔重要。就算命中注定应该荣华富贵，仲系要当做唔得意嚟想。就算处喺顺境吉利嘅时候，仲系要当做唔称心唔如意嚟想。就算你眼前丰衣足食，仲系要当做冇钱用冇屋住嚟想。就算人哋喜欢你尊重你，仲系要小心谨慎做恐惧嚟想。就算你屋企世代有声名，人人都重视你，仲系要当做低微嚟想。就算你学问高深，仲系要当做粗浅嚟想。如果你有呢六种想法，道德自然就会增进，福报亦自然会增加。其实天下间聪明俊秀的人非常之多，但是他们在道德上不肯用功去修，事业上亦没有好好用功去做，就只为了恩循这两个字，得过且过，所以先至会误咗一生。总言之，云谷禅师教我立命嘅好多说话，实在系最精最深，
最真最正的道理，希望你仔细地去研究，还要尽心尽力地去做，千祈不要将大好光阴虚度空过，知道吗？孩儿知道，感谢父亲大人教诲。天启，人既然不是一出世就是圣人，又怎会没有过失呢？孔子说过，过则勿惮改，所以只要有过失，就不可以害怕改过。在春秋时代，有很多高级官吏只是凭着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就能够推测他的吉凶祸福，并且非常准确。这些事在史书上亦有记载。哦，那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判断的呢？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的吉凶征兆是由他的内心发源而表现在他的外表，凡是相貌仁慈忠厚、行事稳重的人，大部分都能够得到福分。相反来说，只要一个人表现的行为都是不善的，那就可以预知他的祸患就快要来了。所以说，若如一个人要远离灾祸，在未曾讲到做善事之前，就要先将自己的过失改了它。爹啊，我们怎样去改过呢？讲到改过，首先要发羞耻心。所谓知耻近乎勇，试想下，古代的圣贤和我们同样是人，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流芳百世，而我们就默默无闻，甚至于身败名裂？如果一个人只是贪恋声色名利，纵情享乐，背着他人做一些不见得光的事，还以为他人见不到而自以为得意，这样他会渐渐变成衣冠禽兽，就连自己都还不知道。这种行为是世间上最卑鄙、最无耻的。圣贤孟子也说过，知耻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，知道羞耻的人就是圣贤，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和禽兽又有什么分别？改过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发敬畏心。要知道天地鬼神我们是呃他们不到的，就算是犯了小小的过失，天地鬼神都会知道得清清楚楚，犯了重的过失就一定会有灾祸降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就算是很轻的过失，亦都会减损我们现在的福报。市民又怎可以不害怕呢？所以说，人是不可以不怕鬼神，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一个人就算生活在隐蔽的暗室里面，天地鬼神亦可以睇得一清二楚，就算表面上掩盖得住，喺意念上亦系冇法子掩饰善恶嘅心思。意念就好似一道波轮咁，而鬼神
就好似无形嘅导体。所以话鬼神无所不在，人要有敬畏心就系咁嘅原因。人只要仲有一啖气，就算犯咗滔天大罪嘅人，亦有悔改嘅机会。正所谓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就好似千年黑暗嘅深谷，只要一盏灯照落嚟，千年嘅黑暗就会消失啦。人生无常，肉体易逝。如果等到呼吸停止咗，嗰阵时就算灵魂想改过，都已经太迟。有啲人就系咁遗臭万年，就算有孝子贤孙，想同佢洗脱罪名，亦都无法子洗得甩，而且仲会沉沦地狱，永远受痛苦的折磨。即使是佛菩萨亦无办法救助你，接引你。试问又怎可以不害怕呢？爹啊，还有没有其他改过的方法呢？有。改过的第三要素就是要有勇猛心。一个人之所以不能够改过，就是因为因循苟且，认了大事。细的过失就好像尖刺笃在肉里面一样，要快点将它掹翻出来。大的过失就好像毒蛇咬到手指一样厉害，要马上斩断手指。如果不是，蛇毒攻心，人就会死的。一般人改过，有从事实上来改，有从道理上来改，有从心念上来改，三个阶段做法不同，所得到的功效亦都不一样。比如说前日杀生，今日戒杀，前日发嬲闹了人，今日静心反省，这些是从事上改的方法。不过这一种只是行为上勉强压制，很难达到改过的目的。比较理想的方法应该是从理想去改。譬如说要改杀生之过，就要这么想：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会珍惜生命，杀他来养我们，市民又怎可以安心？要明白健康之道，首先在于本身元气的运化，而不在于食物的稀罕珍贵。就算是山珍海味，吃过了都不一定能够供养身体的。既然蔬菜素食一样可以养我们的身体，又何必要将自己的肚拿来做化尸场？若如你可以咁谂，就一定唔忍心再落手杀生噶啦。想改过暴躁嘅坏脾气，亦都系一样。每个人唔可能生得一模一样，各有所长，亦各有所短。并冇十全十美嘅，所以应该互相体谅迁就先至啱。就算有人唔讲道理，冒犯咗我，亦都系佢嘅过错，同我又有何关系呢？我又何必发嬲憎恨呢？总之，杀生发嬲都系有害而冇好处嘅，其他还有种种的过失都可以依照这样来改过，只要你明白其中的道理，
就唔会再犯过失噶啦。一般上，人嘅过失虽然有几百种咁多，但系归根究底都系由心所起嘅。天启，你过嚟。如果能够心不动念，无思无欲，就唔使逐样咁检讨名利财食等等嘅过失。我哋只要一心向善，正念出现咗，邪恶嘅念头自然就污染唔到，就好似太阳当空而照，妖怪逃尽消失一样。由于过失从心而起，所以就应该由心上去修改，你明白吗？明白啦。所以话最好最高的改过方法还是修心，能够修心才可以令到我们的心立即清静下来，能够修心明理，不再犯过失，三样都俱备，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了。若如只是没有犯过错，却不明白事理，不懂得修心，这样的改过方法就不彻底了。亦经常有云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如果我们想将不好的名改为好名，不单止要改过自身，还要积善积德，才可以将前世所做落的罪业消除。善事积得多，不好的名就自然会变成好名，并且还可以证明他的孝言添。所谓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浙江省有个读书人叫杨志晴，他在县衙门道做书办，为人公正，心地忠厚。有一次县官处罚一个犯人，打到血流满面趴在地下，但是县官仲是好嬲，同我打。哎呀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大人。继续同我打。哎呀哎呀，要命 要命啊，大人冤枉啊。哎呀打打，哎呀冤枉啊，大人冤枉啊。哎呀，大胆刁民。哎呀，继续打。再打，做民冤枉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打！哎呀，哎呀，冤枉啊，大人！打！再打，要命啊，大人！打打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打打！大人要命啊！打！哎呀，哎呀，冤！大人，请大人息怒，恳求大人就此饶恕佢罢啦！唔得，呢个囚犯违反法律，违背公理，仲唔肯就范？你话啦，本官又点可以唔嬲啊？吓，大人，如今朝廷已经无是非可言，政治一片黑暗，贪污腐败，人心杀戮已经好耐啦。审问案件亦要可怜下佢哋不明事理，误导法网。就算系问出咗案情，亦都唔能够高兴嘅，又点可以发怒呢？大人，望你三思啊！杨志晴的家境本来就很贫穷，却能够廉洁自持，从来不接受他人的财物，遇到犯人缺粮的时候，他都会尽力救济，就算自己挨饿都在所不惜。他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后来他生了两个仔，都成为著名的大臣，而且后代都兴旺不衰，官运亨通。
常言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。在明朝英宗年间，福建治安好混乱，好多百姓做贼谋反，于是朝廷就委派布政使谢都士去搜查魏沼之后所剩低落嚟嘅余党，捉到就杀。但系谢都士佢唔想滥杀无辜，就暗中先设法得到贼党嘅名册。凡系冇参加匪党组织嘅人，就暗中发一面白色嘅小旗俾佢哋，叫佢哋在官兵入城的时候将其插在门口。他还禁止士兵滥杀无辜，就这样救了成万人的性命。后来谢都士的子孙有种状元的，有做宰相的，亦有种探花的，满门享尽荣华富贵。还有福建莆田县一户姓林的人家亦发生了一个传奇故事。大家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大家都有份的，都有份，都有份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大家都有份，不要抢啊，给你一个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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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多谢，我找啊，拿纸啊，多谢，拎好啊，拎好啊，多谢，哎，多谢，不要跌落地啊，拿拿好啊，多谢，多谢。多谢多谢多谢，林老夫人，林老夫人乐善好施，经常送馒头俾啲穷人食，日日如是，风雨不改。其中有一个其貌不扬嘅穷道人，一日就攞成六七个馒头，三年来都是这样，而林老夫人亦从来都没有拒绝过，还非常欢喜的招送给他。慢慢来，大家都有的，都有了，拿着。林老夫人，你是我吃了你三年的馒头，无以为宝。而家我哋话俾你知，你屋企有一笪宝地，风水好好嘅。去世之后葬喺嗰度，你嘅后代子孙做官嘅人数就会有一升芝麻咁多啦。真嘅？多谢道长提示。唔使多谢，你诚心诚意嘅救人系应该得到好报嘅。实在太好啦！后来林老夫人过了身，她的后人就依照先人的指示将她葬在那里。以后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就有九个人做大官，可见得她好善积德，的确是能够福泽后代子孙的。常言道，心地光明神鬼敬。台州有个应大游尚书，壮年的时候在山里面读书，有个这样的奇遇。
小善啊，你个机会嚟啦呢次。李家村有个富人，丈夫出咗远门好耐都冇翻过嚟，家公家婆以为个仔死咗啊，所以就逼佢改嫁啦。但系佢要守节，唔肯改嫁。系啊，听日夜晚佢就会嚟呢度上吊啦。我卒字都可以找到一个替身了。哎，恭喜恭喜，今晚我就和你庆祝一下啦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个办法去救人先行。到了第二日，应先生为了救人，就立刻卖了自己块田地，得了4两银，仲冒充那个游子写了一封信，一起寄去那个富人屋企。游子的父母看了封信之后，由于笔迹不同，有些怀疑。不过后来回心一想，一定是个仔未死，只会寄银两回来，信可以假，但是银两是真的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再逼自己的媳妇改嫁了。后来他们的仔真的回来，这对夫妻亦得到了团聚。真是太好了，应先生不单止救了人，还挽回了一段婚姻，实在是很难得啊。后来应先生又听到那个女鬼讲话，我本来已经找到替身，怎知又被那个秀才破坏我的好事。为什么你不试试去害他呢？不得啊，因为天帝知道这个人心底善良又阴德，已经派了他去做阴德上司，我还怎么可以害到他呢？应先生从此就更加努力，日日行善，积了很多阴德，遇到饥荒的时候一定捐出粮食救灾，遇到有人急难他亦会尽力去帮助人，有时遇到不如意的事，他都只是逆来顺受，从来不怨天尤人。所以直至今日，他还有很多子孙是做官的。跟住落嚟要同你讲嘅故事，主人翁亦都算得系我哋袁家嘅远房亲戚。系咩？佢系边个啊？佢系嘉庆人包鹏，佢嘅父亲做过池州嘅太守，有成7个仔，包鹏系最细嘅仔，入赘平湖县姓袁嘅人家做女婿。虽然他博学多才，但是每次考试都上不到榜。有一天他去某湖附近散心，咁啱遇到落大雨。少爷，
阿弥陀佛，呢位施主，法师，在下唔忍心见到观世音菩萨嘅圣像被雨水淋湿，所以你可唔可以将呢十两银用嚟收下呢间庙呢？好对唔住，修庙嘅工程非常大，银两少唔够用，恐怕好难完成你可贵嘅心愿啦。少爷啊，我唔傻啦，你全部银两系得咁多噶咋？只要观世音菩萨嘅圣像安好，唔被雨水淋，就算系挨饿受冻，我亦都在所不惜噶。法师，呢啲系我一片真心，希望你接受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施舍钱财衣物，并唔系好难嘅事，最难得嘅系你嗰颗至诚嘅心。阿弥陀佛，法师。你唔使客气，在下要告辞啦。寺院修好之后，包鹏带住佢嘅父亲再嚟到呢一座佛寺，并且住在佛寺里。那一晚他发了个梦，梦见寺里头的胡法神跟他说，因为他做了修庙的功德，所以他的子孙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官禄，而他的梦境亦果然应验了。他的仔包贬和他的孙清芳都中了进士，做了高官。天启，其实做善事亦有很多种的，有真的，有假的，有直的，有曲的，有阴的，有阳的，有时有不时，有偏的，有正的，有一半的，有圆满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难的，有容易的，都各有各的道理，应该要仔细地去分辨。若如为善而不明理，这样就会产生自以为行善，而其实是在度作紧业，这样就实在是白费苦心了。从前在元朝的时候，有几位读书人去拜见天目山的高僧中峰和尚。师父啊，佛家所讲的善恶因果报应，一定是做善事有好报，做恶事就必定有苦报，绝对不会不报的。就好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，人到了哪里，影子也跟到哪里，永远不会分离的。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做了很多善事，他的子孙反而不兴旺呢？而有些人坏事做尽，他还反而发达了添。那佛家所讲的因果报应就没什么凭据的了。平常人被世俗的见解所蒙蔽，一颗灵明的心没洗除干净，所以没法子打开法眼，不像菩萨这样能够看到过去未来，而不受时空的限制，所以将真的善行反而认为是恶的，
而真的恶行就认为它是善的，这些事周时都会有，自己看错了还不怪自己颠颠倒倒，反而抱怨上天报应错了。师父，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善和恶又怎可能会搞错的呢？那就将你们所知道的善事恶事都讲出来了。师父，闹人打人是恶，恭敬人用礼貌待人是善。你讲的道理不一定啱。还有贪财乱取钱财是恶，不贪财清清白白的守正道就是善。你的话亦都不一定是啱。师父，那究竟怎样才是善，怎样才是恶呢？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，以令到他人得到好处，即使是闹人打人，这些都是善。而正是对自己有益的事情，就算是用恭敬对人，用礼貌对人，这些都是恶。总之一个人做了善事以致他人得到利益，就是为公，公就是真的。如果只是想到自己要得到利益，就是私，私就是假的。并且有良心上所发出来的善行是真的，而那些照例做了就算的呢，是假的。还有做善事不求报答，不露痕迹，那所做的善事是真的。如果为了某一种目的企图有所得，只去做善事，就是假。凡事种种，你们自己都要仔细地去考察了。爹啊，怎样才是端正之善，又怎样才是歪曲之善呢？一般人都认为谨慎随和的好好先生就是善人，但是圣人就认为敢作敢为粗豪爽直的人只是善人。因为谨慎软弱没有个性的人，虽然人人都赞他好，而成为好好先生亦只不过是个随波逐流，没有志气，没有道德精神，没有道义勇气的人。以此类推，就可以知道天地鬼神对于善恶的观念都同圣人的观念相同，而同世俗的眼光就啱啱好相反。所以话，如果想要积德行善，绝对不可以只是顺住人情世俗，讨好众人，掩人耳目。我们一定要有内心深处去潜移默化，一心济世扶危，诚以助人，只是端正之善。如果带有半点媚俗之心，或者玩世不恭，那就是虚伪歪曲之善。爹啊，那阳善和阴德又是怎样分辨的呢？凡是一个人做善事被人知道，就叫做阳善；做了善事而他人不知道的，叫做阴德。有阴德的人，上天自然会报答他；而有阳善的人，大家都知道他，赞叹他，令他享受世间的美名。而一个人的名誉如果超过了实质，就一定会有祸患。因为天地神明不喜欢爱名的人，所以有名望的人
如果只是浪得虚名的，缺少实际上的功德，那他以后遭遇到的患疫之时就会特别多的了。相反来说，一个人没有过失，没有差错，反而被人冤枉，无缘无故被人栽上了恶名，而他又可以逆来顺受，这样他的子孙就会时常忽然间发起达利了。爹啊，既然是行善，为什么又会有时善和非善的讲法呢？以前春秋时代的鲁国有一种法律，凡是被人捉去其他国家做奴隶的鲁国人，如果有人肯出钱将这些人赎回来的话，那就可以跟官府领赏金了。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人，但是不愿意接受赏金，孔子知道了就责备他，你错了，君子做事可以移风易俗，行为将会成为大众的规范，你怎可以只是为了自己的高兴，为了博取虚荣就随意去做呢？子贡听了之后满面疑惑，皱着眉头望着孔子。孔子就解释，现在在鲁国富有的人好少，贫苦的人好多，而你就创下了恶例，如果大家都认为赎人接受赏金是很冒面的事，那以后还有谁肯去赎人啊？从此之后赎人回国的风气就将会慢慢消失的了。还有一个例子，亦是孔子的门生所做过的事。有一次子路见到一个人跌了落水，就立刻将他救起来，那个人就送给他一只牛答谢他，子路亦接受了。孔子知道就好安慰地说，从此之后鲁国就会有好多人自动落到深水大河去救人了。头先那两个例子，以一般族人的眼光，子贡不领赏金是廉洁的事，子路接受赠牛是不好的行为，但是孔子反而赞赏子路而责备子贡，看法和世俗人完全不同。所以说要知道，一个人做善事不可以只是看行为，一定要看他所产生的弊端，亦即是说不可以只是看现在，一定要看事情的结果，亦不可以只论个人的得失，而是需要看他对大众的影响。现在看起来似善，而结果足以害人的，则似善而实非善。如果现在看起来虽然不善，而结果有益于大众的，则虽非善而实是善。爹啊，咁偏善同正善又有咩分别嘅呢？从前吕文义宰相辞官返乡下，乡民依然好似北斗星咁尊敬佢，好似泰山咁尊重佢。有一日，一个乡民醉酒之后闹咗吕公一场，吕公认为他喝醉了酒，就不跟他计较。怎知道过了一年，那个人犯了死罪入狱，吕公才后悔地说，如果当初稍微跟他计较，送官惩罚，小情足以为戒，或者今日他就不会搞成这样了。这个就是串善心反而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。好，现在我就举一个全恶心而行善的例子。有一个大富人家，
遇到一年灾荒，有穷人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抢粮，富人就告到袁官那里去，但是袁官不受理，啲穷人就因此更加大胆，更加放肆。富人逼不得已，只好自己私底下惩治暴徒，条村先至平静落嚟，以避免咗一场大乱。所以话，人人都知道善是正，恶是偏，但系如果全善心，反而做咗恶事，就系正中之偏。如果全恶心，反而做咗善事，就系偏中之正。呢种道理，大家都应该知道噶。爹啊，咁半善同满善又系点分晓呢？《易经》上面话，一个人唔积善，唔会成就好嘅名誉；唔积恶，就唔会有杀身嘅大祸。就好似将银两存入钱罂一样，勤而积之则满，蟹台不积则不满。从前有一位女子，呢位女子周时去庙度上香，但系佢嘅家境清贫，只可以将身上仅有嘅两文钱捐出嚟。而间庙嘅住持高僧却亲自为佢诵经祈福。呢个女子觉得好感动，这位女子入了宫做了妃子，于是就带了很多的钱财来庙道布施。住持和尚收了银两，就吩咐小和尚为她诵经。贵妃觉得很奇怪，就追问住持：师父，我以前只是捐了两文钱，你就为我亲自祈福，现在我捐出千金重礼，为什么你只是叫你的小徒弟代劳呢？阿弥陀佛，以前你布施得虽然少，但是一片至诚，非老僧亲自诵经不足以报答。如今你布施得虽多，但是心意就比不上以前咁真诚，所以只要有人代劳就得的了。阿弥陀佛。这个故事就是说，千金是半善，两文是满善的道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以前钟离修炼成仙之后，要传授点铁成金的法术给雷同斌，以助他行善济世。雷祖就问，这种金会不会还原？钟离就回答话，五百年之后他就会变回原来的铁。雷祖就摇头话，那岂不是害了五百年后的人呢？这种法术我不想学。钟离望着吕洞宾就笑着话，修学仙道首先要积满三千功德，就凭你一句说话，
三千功德已经是圆满达成了，可以学仙。所以说为善必须发乎于真诚自然，事后不要记住是心，则虽是小善都能够成功圆满。如果唯有企图行善，施恩图报，就算是一世人行善，亦都只不过是半善。比如说用钱财来救济别人，一要入面看不见布施的我，不可以认为自己肯将钱布施给人就算是了不起。二要外面看不见布施的人，不可以将接受我布施的人认为是他接受了我的恩惠。三要中间看不见布施的钱财，三种都要看成空，即叫三轮看空。一心清净，不着一点痕迹，这样就算是一文钱亦足以抵消千人之罪，斗米亦能够种下无边无涯的福田。所以说如果施人而心不忘，施恩而忘报，施财而心痛，这样就算布施万两的黄金都只不过是半善。爹啊，这样大善和小善又怎样去分别的呢？从前有个人叫做韦仲达，他在翰林院入面做官，有一次鬼卒将他的魂魄印了落阴间。鬼仲达，唔使咁惊，本王呢次召你嚟地府，只系要你知道你过去嘅德行嘅啫。判官，将佢嘅善恶簿全部攞出嚟。系，阎王。阎王爷，在下至三十几岁，边度会有咁多恶记录呢？照一个念头不正，就是罪恶，不用等到你去犯。例如看到雷蛇动了坏念头，就是犯过。判官，你将他的善恶簿请一请。是，阎王。请好了。启禀阎王，他的善六宝中了恶六宝。奇怪，我的善六竟然会中了恶六的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大善事呢？为什么不记得了呢？你真是不记得，阳间的皇帝有一次要兴建大工程，修建福州三山地方的石桥，你上书劝皇帝叫他不要修，免得劳民伤财。这一份就是你上书的奏章文稿了。但是后来朝廷都没有采纳，这份疏表又怎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？因为你的一念之善普达万民之身，如果被采纳了，那善的力量就更加之大了。带他走。哎，由此可知道，志在天下，善达万民，则善虽少而功德大；若如志在一身，善及一人，则善虽多而功德少。
讲到行善嘅难同易，就好似修身克己一样，一定要从最难嘅地方先去克服，咁样细嘅过失就自然唔会再犯啦。明白吗？嗯。譬如江西嘅书庸，将两年教书所得到嘅酬劳，代他人缴付罚款，令人哋夫妻团圆。河南嘅张老先生，攞自己十年嚟悭食悭用嘅储蓄同人还债，而救翻他人妻子女儿。镇江嘅近庸，虽然年老无子，亦唔忍心娶少女为妻，佢哋所做嘅事都是别人好难做得到，别人好难忍受的善事，所以上天赐给他们的福也一定会比较丰厚。总言之，凡是有才有势的人要立功德，跟平常的人比起来更是容易得多，但是容易做到却不肯去做，那就叫做自暴自弃了。而无财无势的穷人要作啲福都会有很大的困难，但是难做到而做得到，那才是最可贵的。我们为人处世应该一遇到机缘就去做救济人的善事，不过要救济人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。救济众人种类很多，重要的项目大约有成十种那么多。爹，是哪十种呢？你去准备好纸笔将它记下来。爹，夏儿已经准备好了。好。第一是与人为善，就是看到人家有一点善心就要去帮助他，令他的善心增长。嗯。人家做善事力量不够做不成功，就要助他令到他成功，咁就叫做与人为善。嗯。第二是爱敬全心，意思即是对学问好过我，年纪大辈分高的人都应该全心敬重，对于那些年纪小过我辈分低过我环境贫穷的人都应该要心存爱护。嗯。第三就是成人之美，譬如说一个人要做一件好事但尚未决定，那就应该劝他尽心尽力去做。人家要做好事但是遇到阻滞不可以成功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指引他劝导他令到他成功，千祈不可以因为妒忌心而去破坏他。嗯。第四是劝人为善，遇到做坏事的人就要告诉他恶有恶报的道理，恶事是万万做不得的。遇到不肯做善事或者是那些只肯做小善事的人，就要劝他行善绝对会有好报，善事不但要做还要做得越多越好越大越好。嗯。第五是救人危急，大多数的人都喜欢锦上添花，
而缺乏雪中送炭的精神。如果能够在他人最危险、最困难、最紧急的关头及时伸出援手，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危急，可以讲得是功德无量。第六，兴建大利。有大利益的事情，自然要有大力量的人才可以做得到。一个人既然有大力量，自然应该做些大利益的事情，以利益大众。譬如说修筑水利系统、救济大灾难等等等等。第七，就是舍财作福。俗语有云：人为财死。世人大多数都爱钱财，求财都求不切，从哪里会愿意去舍财助人呢？所以能够舍财去消除别人的灾难，解决他人的危急，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已经不简单，而对于穷人来讲就更加了不起。第八，是护持正法。宗教有正有邪，法亦有正有邪，而有正知正见的佛法就最容易教导人心，挽回善良的风俗。如果有人破坏它，一定要尽全力保护维持，不可以任人去破坏它。第九，是敬重尊长。凡是学问深、见识好、职位高、辈分大、年纪老的人都称之为尊长，自己亦都应该要敬重，不可以看不起他们的。第十，是爱惜物命。凡是有生命的嘢，即使好似蚁咁微细，都是有知觉的，不但晓得痛苦，并且贪生怕死。我哋应该可怜佢哋，只系绝对唔可以乱杀乱食。善事无穷无尽，讲都讲唔完噶啦。只要你将我所讲嘅说话细心咁推敲，无数嘅功德你都可以做得到。亦经常讲天的道理，对于骄傲自满的就要使它亏损，而谦虚的就让它得到益处。地的道理亦都是一样，高处的山水总是向下流，以填补低陷的地方。鬼神对于骄傲自满的总要截损它，而庇护谦虚的人，人心亦都是一样。骄傲自满的人必为人所憎恨，只有谦虚的人才会受人敬重。由此可见，天地鬼神人都是偏向谦虚的那一边的。书经上亦有讲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我见过好多清贫的读书人，在就要发达考中的时候，面上一定会有一片谦和而且安详的光彩，
自然咁散发出嚟。嗯，记得喺新未年，我同十几个同乡一齐上京赴考，嗯，其中属丁敬宇嘅年纪最细，而且亦最谦虚。于是我就同朋友讲，丁敬宇一定会考中的。朋友就问我原因，我话俾佢哋知，只有谦虚嘅人，才会承受福报。到咗放榜嘅时候，佢果然考中咗。仲有浙江嘅冯开之、山东嘅赵光远以及夏建所呢啲人，都系连续几次考试都考唔中之后，痛改以前骄傲自负嘅坏脾气，而变成谦谦君子，然后先至考中嘅。不过有一位来自江阴嘅考生张慧岩，佢虽然博学多才，文章写得好好，而且仲好有名添，但系喺甲午年参加考试嘅时候，佢竟然名落孙山。真唔忿气。真系有眼无珠，我个文才咁高深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点可能会落选呢？实在系太冇天理啦！你笑咩啊？我笑你不明事理咯。呢一次你考唔中，当然系你个文章写得唔够好啦。你冇睇过我文章，点知唔好呢？写文章一定要心平气和。我见你嗰副心浮气躁嘅样子，又点会写得出好嘅文章嚟呢？道长，咁我应该要点啊？考中功名全靠命运，命不该中，文章虽好，亦都冇用。你首先要改变下你自己啊！既然系命，我点可以改变呢？造命在天，立命在人。只要你肯尽力去做善事，积多啲阴德，乜嘢福报都可以求得到嘅。我不过系穷书生，又可以做得啲乜嘢善事呢？做善事积阴德，都系由心做出嚟嘅。只要时常全心为善，功德就无量无边啊！就好似谦虚呢件事，又唔使使钱，你点解唔自我反省一下？自己功夫太浅，唔懂得谦虚，仲反而闹考官唔公平添。从此之后，张伟岩就压低自己一向骄傲嘅格调，好小心咁把持自己，唔想再行错路。日日落功夫去修善，日日落功夫去积德。到了丁酉年某一日，他发了一个梦，梦见他自己走上一座高楼，见到一本开榜名录，但是榜上面有很多被拆了的空格，于是他就好奇地问身边的人，这本是什么名册？那个人回答说，是今年科举录取的名册。张伟岩又问：点解名册入面有咁多空格嘅？那个人就话：任间三年就会查证一次，一定要积德同冇过失嘅人，至可以榜上留名。
那些在空格被拆了的人本来是榜上有名的，但是由于他们做了刻薄的恶行而被拆除。如果你在三年内可以谨慎受身，就能补上空缺。希望你珍重自爱，不要再犯过失了。张威亚，果然在那一年考到第105名。俗语话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为人莫作亏心事，这句说话是很有道理的。人生在世，吉凶祸福要如何催避，都只是一念之间的事。所以利人吉祥的事都应该速速去做，凶阴损人的事就应该避免不要去做，这些都可以由个人自己去决定的。只要你存好心，约束一切不善的行为，完全不得罪天地鬼神，而且还要虚心，自己肯迁就，不骄傲，令天地鬼神时时哀怜你，自可以有受福的根基。而那些满怀傲气的人，一定不会有远大的气量，就算他能够发达，亦不可以长久地享受福报。稍为有见识的人，一定不肯将自己的度量放到很狭窄，而自己拒绝可以得到的福报。再讲，谦虚的人，旁人都乐意教导他，他还有机会可以接受教导。相反来讲，一个骄傲的人，边个肯去教导他呢？而且谦虚的人都愿意学习人家的好处，旁人有善的行动他就去学，那所得到的善行就会无穷无尽了。这些都是努力尽得收益的人不可以缺少的东西。古人有句说话，有心要求功名的一定可以得到功名，有心要求富贵的一定可以得到富贵。一个人若有远大的志向，就好像树有根一样，树有根只可以生枝花叶出来。人要立定这种伟大志向，就必须在每一个念头上都要谦虚，即使碰到似灰尘咁细微的事情，亦要给人方便。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自然就会感动天地，造福全在于自己。自己真心要做，就一定可以做得到。现在有一些求取功名的人，当初都不是出自真心，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致，兴致来了就去求，兴致退了就停止。孟子对齐宣王说，大王喜好音乐，如果到了极点，那时是齐国的国运大概可以兴旺了。但是大王喜好音乐，只不过是追求个人的快乐。如果能够将个人追求快乐的心推广到与民同乐，令到百姓都快乐的话，那齐国还有不兴旺的道理吗？我认为要求取功名亦是一样，你要将求取功名的心落实到积德行善上边，并且
要尽心尽力去做，持之以恒，咁命运同福报就能够由你自己嚟决定啦。天启，明白吗？明白啦，爹。袁了凡先生一生行善积德，仲写了四篇短文来训诫他的仔，名为诫子文，就即是后来流传于世上的了凡四训。了凡先生是一个大善人，因为积极的修福积德而改变了命运，增寿二十几年，享年七十四。了凡四训这本书教人认识命运的真相，明白善恶的标准，改过千善的方法，以及行善积德、谦虚种种的效应。袁了凡同时以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，读了令人心目阔开，信心勇气倍增，以后效法了凡立命精神的决心就更加坚定，再加上身体力行断恶修善，而令到个人的学业、事业、家庭都达到圆满，诚诚诚言，亦是指日可待。